对，当然还有一个，谢谢。然后刚我没来得及，我以为上台我还有说话的时间，所以我们还有一次机会。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唱这首歌，但是我想这样的歌只是我唱你们听呢会比较没意思，所以可以配合我一下，我们先来学习一下为下一次做准备好吗？大家刚刚有没有看到我唱副歌的动作？没有。一起来拍拍手，扬起头，现在就大声说，要快活，趁世界末日前，玩个够，为了爱往前冲，要快活。会熟悉一点，因为已经唱了好长时间，那也是新专辑里面的第一首，叫做《我相信》。给我最美的画面。
当然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下。哎，照可以，别动啊！有人没有？